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本节目由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联合自制。卡塔尔世界杯已经开赛了，看世界杯上咪咕。运动是生命之花的雨露，而好身材是情感之花的阳光。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改变就是自信。我是因为坚持了运动之后才变得更加自律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些，遇到什么歹徒，遇到什么坏人，能够保护身边的人。坚持运动，因为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我是一周大概应该有6天都是在运动的。健康是第一大要务，好身材嘛，我就是这样。2020年以来，云健身成为潮流。Come on， 跟着动起来。2022年，刘畊宏健身操破屏而出，引爆全民健身热潮，也让刘畊宏与王婉菲这对运动伴侣成为国民健康新生活方式的偶像。伴侣一起来运动，不仅能够拥有健康完美的身体，同时还能够收获像你们一样健康有爱的伴侣关系。就是希望能够分享跟传递这件事情。来，按压好身材，持续打开运动健身的魔盒，探寻好身材不可思议的能量辐射。四组运动伴侣为爱出发，穿越运动与情感的双重考验，解锁健康生活的新方式。我想爷爷奶奶了。你是想希望爷爷看到这个景色？爱好身材应该不只是一档就是健身节目吧，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夫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生活方式跟生活态度的一个节目。我田亮。我李光洁。我王大陆。愿意和韩文文、崔雨萌、叶一茜成为运动伴侣。无论他有没有完成 KPI， 我都不会和你分开。你做运动，我做家务。我愿意在节目之外的日子里放弃宵夜。我通过这个节目中，我从此爱上了运动，你也要爱。我们两个觉得如果一天没有动，感觉我们这一天就浪费。运动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锻炼的同时，可能又重新换回恋爱时期的那种感觉，找年轻的那种状态。一个好身材，它不仅让个体充满健康因子，也可以让一种持久的关系充满阳光。让我们携手走进本季的好身材实验场，让爱更新鲜。哎呀，好身材，伴侣记。哇哦，婚礼的感觉，太好了，新婚快乐！咦，大家好，我是李光洁。大家好，我是隋雨萌。如果说我通过这个节目，我从此爱上了运动，你也要爱。我们还挺希望，除了日常的这些生活之后，我们能一起运动。我叫田亮。我叫叶一茜。我们结婚15年了。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啊，我没有把自己好身材练出来，反而把我老公的好身材给练废了。像我们这样有孩子了，二人世界有点被忽略了，所以在锻炼的同时，可能又重新换回恋爱时期的那种感觉。哎呀，好漂亮，多浪漫啊！大家好，我是朱孝顺。我叫韩文文。我们在一起8年，结婚6年。因为身体的体能很差，所以希望自己通过这3个月的努力把体能练上去。我觉得爱好身材能够让我们夫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生活方式跟生活态度的一个节目。欢迎来到爱好身材伴侣记。
请任意选择一个位置站定。站定吗？现在站定吗？哦，欢迎光临，吓我一跳，这边请。我在看这么美的地方，我们会要经历一个魔鬼的训练，是不是？你别吓唬我们。嗨 ，Hello，Hello，Hello， 你们好。哎呀 ，Hello， 呀、yeah! ，哇，啊 ，Hello， 我是听到音乐就想动。你看，你看，有热身了，有热身了啊。跟着动起来，嗨起来 ！One more time， 哈，腰间的肥油，咔咔掉。男生可以起来，动一下来，肖天 ，Come on！ 再次给所有人掌声鼓励一下，哇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爱呀好身材保鲜训练营。那我呢，这次就是你们的主教练。刘根红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的主教练王婉菲。哦、光姐呢？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我反正我看见你就有点害怕，我。是这样，我从小啊一见教练就特别紧张，真的。有的时候是教练的师母，我们就师母到了的时候，我就看到救命稻草了。今天你带来了。训练当中，如果想偷懒的时候，找师母。找师母，对，师母救救我！对，学会了吗？学会了。在未知的旅程总是会很紧张，然后但是一定惊喜也会很多。确定吗？不是惊吓吗？嗯加速！哇！哇！最大你的爆发力！快！快追！追女生！15秒了，加速！这次运动之旅呢，会到三个很美的地方。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云南的抚仙湖，很美吧？很美，大家看一下，有一种会想在这里谈恋爱的感觉。就是感觉我们又回到了二人世界。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次的伴侣季不太一样，你看有四个桌子，对，但是只有三对了，还有另外一对没有到现场。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什么原因？飞机晚点了，他们还在考虑。跟红哥不要开玩笑，不要闹了哈，我们正在努力赶飞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你们好，他是我男朋友。女朋友？哎呦，尴尬尴尬，怎么照顾好我？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有点不好意思。这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是行程飞机耽误了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马上就到了，等我们啊。现在我们就准备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宣誓的仪式了。我们要邀请第一对来到我们的当中，郑重的许下你们的承诺，还有为你们准备的这个运动手环，你们要彼此戴上，交换戒指，很有仪式感。来，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第一对，那就是李光洁、薛雨萌，掌声鼓励一下。耶！新人入场。请你们牵起对方的手，向对方郑重承诺。他好紧张，您轻点握我的手，有点疼。本人隋雨萌愿意和李光洁成为运动伴侣，一起加入 A 呀好身材。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输给你。怕了吗？怕了吗？这是什么誓言？就是我永远都要比你分高。好，该我了哈。我李光洁愿意和隋雨萌成为运动伴侣，一起加入爱呀好身材伴侣季。无论有怎样的结果，我都不会放弃队友，一起承担结果。
我愿意在节目之外的日子里放弃宵夜。挺狠啊。对，这太拼了啊，太拼了啊，宵夜都放弃了，还有宵夜可以吃。我都没吃宵夜多少年。我田亮愿意和叶一茜成为运动伴侣，一起加入哎呀好身材。我愿意在节目之外的日子里，你做运动，我做家务。哇，哇，好浪漫人家、怎么回事？输了。我叶一茜愿和田亮成为运动伴侣，一起加入哎呀好身材伴侣季。无论你怎么唠叨，我都不会动手。你还是动手吧。能动手绝对不动口。我朱孝天愿意和韩文文成为运动伴侣，一起加入爱呀好身材伴侣季。无论情况多么好笑，我都尽量不拆我老婆的台，和我老婆一起尽量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我觉得这个你要写什么东西？不拆我台。无论如何毒舌你惹我哭，我愿意在节目之外的日子每周陪你吃三次早餐。耶、掌声鼓励一下。好的，那我们请运动伴侣互相交换手环。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好身材练出来。哎呀好身材，运动让爱更新鲜。来，你带什么东西啊？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中药，不是见面礼吗？哇，我还以为。不好意思，各位帮我。我刚才心里高兴一下，来还带土产呢。有啊，这个土产是中药，是吧？哦，你在吃中药保养身体。我们两个都要吃。哦，这是你们两个个人的一个。这一包是我的，因为剪脚了。哦 ，OK， 所以就每天吃几次呢？一天三次。这算是升华，一般只是喝枸杞而已，现在已经吃到中药了。年纪大了，哎呦，都到了 ，Hello， 我们的那个新人已经到了，新人，这是另外一对新人，哎，这不是那个教练吗？这是我们教练团队，对。我先伸展一下吧，都要伸展一下，是吗？看，哇哇哇！哇哇！先拉伸一下，展现一下他肢体的柔韧度。天哪，我们不用做到这样，对不对？十五天，我太太能变成这样。大家好，我是助教青青河边草的青青，很高兴认识大家。助教好。他也是个瑜伽老师，教老师的老师。哇，真的很厉害，厉害。所以他自己在这上面很资深。接下来介绍一下张峰。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武术冠军，我相信光，我相信光。哇哇哇哇哇！等一下，那个裤子不太紧，裤子稍微拉紧一点点。一下我的那个人设回来变了。重来一道，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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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帅气的登场！哇，动作好漂亮，刚柔并济。好，棒棒棒！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魔鬼助教兼保镖，我是打拳时张峰不是张三丰的张三丰，不打拳时。张峰不是张三丰了，张峰。
魔鬼助教需要练一下台词。他已经有人设了。不说好的轻松愉快吗？怎么来了一个魔鬼教练？看起来像魔鬼教练。你看他已经很魔鬼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做的是看一下大家的运动表现能力。你们都有做体测了，对不对？但是呢，那个体测是一个数据的参考，那我需要实际看一下大概你们的能耐是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定了七项体测的方式，能够看一下了解你们上肢的测试训练。啊，我平时一个做不了，我也做不了。再来是下肢力量体测，三峰。接下来我们要做核心的测试了，这个算是腹肌力量吗？接下来就三分钟的一个心肺的测试，这个测试也不难，测试一下大家的爆发力。我用几种方式加上你们体测仪测的数据，我们就能够了解你们的状况。那有没有哪位要先参与第一次的体测的？哪一对夫妻想先开始的？肯定你点名啊，梁哥，你点名啊，毫不费力，一点不怵，一点不怵。我也请笑天，他们是第一个，可以啊，好不好？我们第二。OK， 好来啊，第一个有点紧张哎。天哥加油！我们是三分钟的一个心肺的测试，因为我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解你们。我们有救护车在外面 stand by 吗？不是，你哪边脸好看？我忘了，我老忘你哪边脸好看。我这还有分左右两边脸，很重要。但我用我们这是这样的哈，我们这边也有，这里也有。对。哦，所以没有什么差别。那你就你站这边吧。好，我站这边。你们双手叉腰，保持核心稳定。嗯。哎呀。测试而已啦。预备，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动作哈，要保持你的呼吸吐气，在用力的时候可以吐气，跳的时候一定要别憋气，一定要喘气，不能憋气。几分钟啊？40秒。啊。哦，我还以为就剩40秒了，我以为还剩40秒。加油！哦，有一点。我在这边简单讲一下这个笑天跟文文你们俩体测仪测的数据，我们就能够了解你们的状况。看你自己的运动表现能力，我相信你们都能感受得出来。那我有看到笑天的体测哈，在他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的体脂肪含量还是相对偏高的，内脏脂肪也是偏高哦。哎，这不要讲出来了。我们勇于面对了，我们才能解决。笑天，20年没见，见到你，其实你，我觉得网络的照片也算是把你放大跟夸张了。我们看到他，我也觉得比照片瘦很多。所以观众不要大家误解，因为没有办法，荧幕上面就是会有放大的效果。我问你，其实你的身材看起来很好，可是可能你运动量也比较少一点点，所以你整个体质是偏虚弱的，然后你的基础代谢偏低，你14项检测也有10项不达标，存在有疾病的风险。哦。心肺完之后，我们做一个上肢的测试训练。加油！加油！推起来，很好，哇，很棒。这会看到你下背的力量，可以很协调。跳舞吗？他应该吧。加油加油加油！很棒，尽你们的力量就好了哈。加油！20秒钟，还剩最后10秒，现在15秒，加速！加油，朱老师，快快快！测试都这样了，到时候你真的让我们比的时候怎么办呢？哈哈，先测试一下。一，你不要缓慢，你就可以做。核心的力量也欠缺一些，背肌的力量不太强。完了，这只脚是弱的，下背的力量没有这么的好。稳定一点，不要快，不要急。这是你最低的限度了吗？跟腱太硬也下不去。我在这边讲一个知识点，让大家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活动这么多的肌群？因为人有600多个肌群，最重要的是骨骼肌是我们在用，所以我们刚刚体测也是骨骼肌，它就你基础代谢非常重要关键的因素。你只要代谢够高，就像小朋友一样活力十足，那你们只要保持这个，你的身体就容易更健康。所以我们像体测就不同的位置，让你们看看你不同的位置的肌群用得如何。我还是回西天去取经好了。
如果你太快的话，你很快就坚持不了。慢不会腿疼吗？不，你看它是有节奏的。1、2、1、2，好，往下。对，你这儿要挺住，你看吧，就是这样，就是要屁股要往后长。我们绳子，腿不要那么宽，就你肩同宽或者宽一点点就可以。接下来就光杰跟。我叫萌萌，好不好？都可以。抬头挺胸哦。可以可以，哎，放松。开始。哎，不错，这个节奏很好哦。对，加油。出气，再一个。对，屁股向后。对。哦，不错哦。咦，很好。哎呦，标准，很棒。吐气。对，很好。OK， 很好。非常标准。动作很标准，对，很好，对，蹲下来，对，很好，很棒，核心也还蛮稳定的，对对对，控得很好，好的，哎呦呦呦，可以可以可以，对，很好，很好，可以可以，我可以啊，可以，非常可以，还可以再来10个，做了10个，哇，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吗？啊，其实我手特别没劲儿，就抱孩子抱的，啊，感谢他，那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腹部的力量训练，它在核心的里面，但是核心不是只有腹部，核心其实是从胸下到腿上到臀上这一块都是核心，包括你能不能摔倒就表示可能你核心力量不太好啊。怎么样，只来这边，他会左脚绊右脚，哦，真的是脚太长还是？哦，不是，我就常常就穿着拖鞋走路，可能是拖鞋太滑吧。哦，拖鞋太滑。对，好。光杰跟萌萌，我来分享一下你们两个的体测仪的数据哈。光杰他其实整个身体的匀称度是还蛮好的，但是肌肉含量偏低，以你这样的身高，所以呢体能也会相对比较差一些些。雨萌他14项的检测有13项存在风险。跟啸天是差不多的，真的吗？雨萌，你要特别注意哦，你比光杰还危险，还危险。我跟啸天哥，我们俩谁高一点？你现在啸天还是比你高一些些。哎，我高是什么？是谁的内脏脂肪更高一些？你也，我们是3高，你知道吗？比谁高？我是13高。以前我们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速度，要呼吸下的时候一定要别憋气，下的动作一半的时候有时候也很难受，但你不要空，你不要缓慢，对，伸直，哎，好，对对，他可能有些跟腱太硬也是下不去的，我们有点快，有点快了。那我先分享一下叶一茜现在的体测的状况，她的骨骼肌含量偏不足，肌肉含量偏低，然后14项的检测当中，有9项存在风险，已经算好的了。13项在这儿还不错，比我好，我觉得。啊，好，来，一茜来。他那个膝盖刚刚做完那个手术，哦，刚手术是不是？没事，我试一下，我试一下，这样吗？扶着一下，这样，对，手伸直往上，屁股向后坐，膝盖不要往前用力，你膝盖就不会受到伤。来，屁股向后。好，再先起来一下，你先听我讲一下哈，屁股是向后坐的感觉，嗯，屁股向后坐，来，对，慢慢的，好 ，OK， 脚有点内八，对不对？对，因为力量不足。好，来起来，再一次，我再颤一下，我就差不多知道了。好，来，往后，哎，好，对，慢慢找到感觉了，只是发力点不对，其实蹲的部分是不会伤膝盖的，但伤膝盖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动作不够标准，你的臀跟背没有力量。比如这个坐座位的这个想法，那看一般人都会为什么膝盖会不好？因为他随便这样坐起来，他就开始这样，每一次的这个都是劳损，长时间下来几十年，你就是最后膝盖就很难好啊。腰这个地方发力，对，你就会发现到你的下背会酸，啊，你的脊椎也就不容易侧弯或什么其他毛病。好，来，那田亮老师的体测检测确实身体健康状况还算蛮不错的，是我们最好的吧，应该。14项指标当中，只有1项存在风险。哇，这么好，所以他的状况算是蛮好的。很期待田亮老师哦。走，1、2，慢，不用太弯。你在训练吗？我在训练。加油加油！
他根本一点气都没在喘，他是很轻松的是吧？墙壁，一、二、三、四、五、六，这对他来说太 easy 了，喘都没喘，喘都没喘，哇，非常标准，而且这个核心非常稳定，轻而易举的感觉，鼓起来，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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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八。这个体测呢，就对我来讲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接下来核心测试，亮哥怎么也得三十个吧，起步吧。三十个。亮哥三十秒做了六十个。六十个起步，对。那我跟跟红试一下，我跟跟红一起做试试看。哎，好啊，好啊，好。哇哇，亮哥对标的是刘教练。教练你比一下，你跟我一起来了，好吧，那你帮我们测试一下。前面几项体测完了以后呢，就觉得压不住了，就是那个运动员的那个胜负欲，真的是我得找一个对手跟我比一比。像这样状况我也遇见过非常多，那他有好强，这是没办法，奥运冠军心里还是会好强，跟奥运冠军同场竞技啊。没有，我们这就是体测而已。来OK OK， 一下劲儿就来了，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个比试。第一天就这样了吗？挺好的。我不敢想象最后一天会怎么样。亮哥加油！哦，准备好了吗？来，预备，开始。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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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厉害了！我要被晃了，我。使劲的抓我的脚，把我的手勒得不行了。两人差不多哎，一样。十五秒。哇！二十秒，这么拼。二十五秒。老公，你的脚还好吗？三、二、一，到。耶！呜，可以，可以吧？几下我没数，我你数教练吗？没数，我跟你说了数、啊。好了，我们只能看回放了。超过了，好。我应该最好的部分应该是腹肌，然后我当时在想就是说，哎，挑战一下教练，这样有更有动力去就是让我。再还原一下我以前这个快速做腰腹的这种感觉。毕竟教练年长几岁，而且我差点被你掰过去了。加油，最后我们一个立定跳远，来，田亮老师，亮哥怎么也得跳到这儿吧？哇！哎呦，哇，不错，很好，好的，好，刘教练跳一个。我给张峰南看一下，张峰你在哪里？我在这儿，教练。来，你再跳一次，我们俩一起嘛。哎呀，这教练开始卷了。哎呦，不要不要，你先跳，然后在那边等我，不要动。好，我就跳比你远一点点。哇，刘老师说吃饭吧，吃饭吧，刘老师吃饭吧，我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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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要强的男人，让他站着。教练，你不是三级跳吧？我没有三级跳，我活动一下不行啊。你刚才翻跟斗，我都还没到，像没活动一下，我总得活动一下吧。好，我在等你。
不错不错。啊！来，我来收拾他。哎哎哎！脚脚脚出现，脚出现。来，我来收拾他。收拾不了，收拾收拾不了。哎呀，不要跟年轻人两个人干什么了，我们不行，一定要教训他一下。这才第一天，哥几个，哥几个第一天，就大家没有超过你之前，你就别动了。没关系，今天让他们先得逞一下。那今天呢，大家来到这个当中做完这个体测，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有没有？来，希望我这个体能再能恢复到立定跳远的那么远啊。可能不行，年龄毕竟摆在那儿。哎哎哎，越讲这话我们就说我再来。我希望就是把我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素质能提高吧。嗯，我就希望我的体能能够上来，然后体脂率下去。我曾经有想要参加过铁人三项，但是因为就是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慢慢又放弃。但我希望 OK 啊，这次我应该能再找一些东西回来，找回运动的快乐。Yeah。我觉得这次就是最重要的，让我老婆能知道，其实我的身体比她还好。十四项有十三项，我就只有到这儿再做一些这些动作才知道，哦，到底哪儿有问题，哪儿是确实是不足。它很直观，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本来是想能够练出一点肌肉线条，但是这个可能确实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先把十三项我先把我的指标整健康了再说。我待会去帮大家做一个评估，来为你们定做你们需要加强的部分跟训练的一些方案，好吗？好。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呼吸上面会有问题，就在运动的时候用力跟吐气的这个部分还养不成习惯。嗯，其实我今天统计的时候看大家的那个背部和腿部的力量都是有欠缺的。对，尤其几个女生的臀部的臀部力量都需要加强。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定一下第一站第一天的 KPI。 Yeah， 是这个。对，就这样。对吗？ OK， 那这一次等我们第一站第一次再给他们一个 KPI， 也是一个测试，所以我们持续的观察，未来就可以有其他的一个调整跟改变，好不好？ OK， 好，来， OK， 来到这边来做一下。我今天想说，透过第一天，其实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你自己。既然我们是来到了宝兴训练营，我们当然有宝兴训练营的规矩，还有它的一些 KPI。还有 KPI 啊？我们的每个人的考核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哈。对，当然，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难不成你按照刘教练的？我就是说害怕他拿他的标准来考核我。不可能，这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你们的 KPI 会随着每一站跟每一天会做些微不一样的调整，因为我们会慢慢能够了解你们的身体。那我初步先帮你们设定第一步你们的 KPI， 好不好？好。朱孝天今天的 KPI 值是550卡，那不难、啊，不难，550卡 ，OK， 就只有今天，对，明天1500，哎，然后文文呢，300卡，你们光杰，你有无限的可能，不要被你的年龄限制住，嗯哼，你不用活成要像你想象中的41岁，刘教练，可是我想象我是35岁，哦，真的是，估计只是长得着急了一点。因为看起来我就会觉得，哎，一直想叫你哥的感觉，叫你哥的感觉，哥的感觉。不录了，走了。你多大？我多大？我50岁。真的假的？啊！我50岁，哥的感觉。扎心了。我当时去跑法国马拉松，我去做体测，他们帮我测出来说我的身体年龄是18岁。哇！当一个人真的开始运动之后，他有那个精气神的时候，他的状态会不同。所以光杰今天的 KPI 就是500，少50，我还少50。呱呱
雨萌呢是400。哦，你的年纪其实算起来像你的燃烧卡路里跟基础代谢会稍微好一些。然后田亮、叶一茜，今天我帮你们设定的初步的 KPI， 田亮500，叶一茜350，太合理了。但你为什么500呢？我现在不可能从我们的四楼再往那游泳池里跳了呀。为什么你最高呢？肖天为什么比较高？第一个，肖天虽然你体积当比较，但你的肌肉含量比他们都高很多。是吗？是，虽然你体脂肪也高，但是你的基数比他们大很多，你的肌肉含量比他高很多，你的本身的马力就大的时候，你的耗油量就大。就你排量大嘛，你就是排量大。如果亮哥是一台房车，那你就是一台货车。它的体积上面，它的耗油量就是不一样，好吗？我带你们一起进来住的地方，来。哇，这里视野也太好了吧！这有点民宿的感觉啊。哇，住在这个像一个仙境的地方。你看那边多好看啊！哇哦，老公。啊。我们在山上。哇。每天如果在这个地方健身的话，太好了，倩姐，亮哥，梦辰。Hello， 这是梦辰，怎么了？我的天哪，你认不出我来了吗？你这是变年轻了，什么叫变年轻了？我一直就很年轻，我在小的时候和你一起录节目，我现在是长大了，是不是倩姐？天亮太逗了，这什么叫变年轻了？你把头发留长了是吗？对，我没有刘海了。人家一直都是长头发，你干嘛？哎 ，Hello， 文文你好，你好。来，我帮你。梦辰，没关系。好，谢谢。这有点重。好的，好的，谢谢。老公，没有办法，刘教练，亮，徒手拎了两个箱子就下去了。我也可以，来，你帮我拿着这个，我也可以，给。哦。你慢点，拿着这个。哦，老公，你尝试一下，我觉得你也可以。嘿，嘿。今日的卡路里消耗够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恩雅好身材保鲜训练营，未来的几天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吃好、练好、过好美好的生活。接下来搬上行李去你们的房间。重重还可以，好，我先把亮哥一个手拎两个箱，健身现在开始，我到了，再见。哎呀，真的是好身材呀、啊！这红的竟然是最沉的，我也是没想到。加油加油！你看这个房间呢？放哪儿啊？就其实你唯一能放的就是，就把它推过来，只能放两个箱子。这个桌子上可以放一个，可以放两个，要把都打开，还是说就只是放在箱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我想改造一下它，就是如果你要放一个房间的话是这样，我有可能就是改成衣帽间。哎，对，哎呦，这个沙发比我看着，帮你吗？比我看着沉呢，不要，小心点。我就这样嘛，这个空间很够啊。呗，这地毯我们就来吧，一二走 ，OK， 彻底把它搞成操作台。真是很聪明，机智弱。
安妈，你看他在动，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担照。哎，真的是得好好锻炼。老公，哎，你来，来了，你要干嘛？你要开哪一个？我想把那个箱子放平，老公。谢谢。我开到这样，你剩下你自己弄啊。好，老公，我把床上那个绿毯子给收起来了哦，好吗？啊，你找地方放呗。嗯，老公，我那个酒精放哪儿了？老公，你带手机了吗？老公，哎呀，这里没有牙缸，我的牙。牙缸可以用那个杯子代替。你帮我拿吗，老公？老公，这没有毛巾呢。咱们自有带。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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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嗯。你可以给我拍个照吗？这好美啊！我现在没什么力气。嗯，我觉得我坐在沙发弹琴，然后现在这个光可美可美了。你看看，给。那你去坐呗。我坐着啊，你给我拍一个啊。我明天再拍。讨厌，不可以，你要站在这个角度帮我拍。不好抓角度，还行，看我，看外面，啊，有了，来看看，不行，离远点，最好就拍我一个影子也行，够不够远？再远，可以可以，哦，这个好，好看好看，好看就好，喜欢喜欢，好看。来吧，收拾行李吧。有两个箱子，就我们的枕头。这个是关键。出门还带什么枕头？笑死了，那这简直是带俩枕头。你还不让我带？这个是关键啊！你还不让我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看你这个就是时装袜，你知道吗？它不是，它没有运动的。你袜子还分什么时装袜？当然了。下来运动啦，快点！靠喊的吗？啊，动作快啊！走，来了来了。哎呦，我今天最慢。好，来吧。现在我们要做双人的一个训练，为你们量身定做的运动伴侣限定操。Come on， 手画圈，从前三角到我的侧边，一起活动肩关节，腿做这样的一个摆动，交叉，背挺直，在扭腰的过程当中，屁股向后坐，踢腿，踢，踢。跳踢的这个动作，它是加上核心的，要有弯，合并蹲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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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踢蹲踢，准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萧亚轩的，对，叫做《爱的主打歌》。这是为我选的吗？大家好，我就是爱的猪大哥。爱的猪大哥，爱的猪大哥，这个太冷了，这个笑话。为什么？因为他姓猪嘛，这首歌叫《爱的猪大哥》，然后就猪大哥嘛，爱的猪大哥。哦，猪大哥。大家一定要认真学，在未来这个音乐放的时候，就是你们要跳操的时候。什么意思？随时放，随时来啊！对，我们会在生活的当中让你们记起这件事情，成为你们那个习惯。什么意思？说猪大哥。又来？不是吧？跳跳跳！啊！听不到我这边。回头能不能给厨房装一个音响啊？所以如果你们俩吵架，也要一起跳起来。爱的猪大哥，真的有时候夫妻在一起，他们可能一起完成一件事，一起完成一件事的机会很少，所有的心都有的放在孩子身上，有的放在工作身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主要是让他们更多的接触。那夫妻一起学一个舞啊什么，还可以有这种感情跟热情的那种感觉，这样对。好，来吧，因为动作很简单，它就大概类似四个动作，然后加上一个结束的 ending， 好不好？ OK。 首先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很简单，就是手右边画圈，这一只腿直的，一只腿弯的，做这样的一个摆动的动作。这个呢就会持续，对。那这个呢很好的能帮助你训练到你下半身臀腿的一个训练的动作。以前我会跟着刘畊宏直播跳一跳，但说实话那个是很划水的，在现场跟他的教学和我在看他直播间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会很直击要害的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指出来教你纠正。记得当你想到蹲的时候都是屁股先向后坐，对，好，哇，就这样。你先握右手的时候是这样，一二三四，对，就这样子。那你说如果没有旁边你在光看个直播跳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动一动活动一下。我很协调。你是很认真的吗？ So easy。 你跳一个。你就是这么跳的啊。好，你有这么一个动作，我怎么觉得他特别不协调？真的，你可以纠正一下他、那个。看一下他的动作，来，朱大哥，你还看人家笑话你？来，你看，待会我们再修细节的动作，好不好？第二个动作，哎，有点难啊，这才第一个，我也想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了吗？哇，你是拆解动作是不是？我觉得差不多，大家的水平，就总是有那么一个还可以的，然后总是有那么一个还不可以的。我觉得你像动作上，文文他们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哎，你看有舞蹈底子就可以很快知道哈。对，很好，是这样踢出去哈，侧边，对。雨萌他以前也学过舞蹈嘛，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然后他们俩的先生呢可能稍微弱一点，朱孝天嘛，我不知道讲到会不会得罪他。我觉得他在我心中应该是唱跳型的，唱歌跳舞都是一定是很均衡的，但我没有想到他的跳舞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强。训练到你下半身臀腿的一个训练的动作，所以他会有一个这样，大家先练一下。超级开心，脚抬高点。你这个老接不上，谁不对哦？对啊，没错，右腿右腿。哎，右腿吗？
李光洁的剧嘛，我看过他挺多剧的，我感觉他应该是比较冷比较酷的那种，没想到他性格还是挺可爱的，跟在荧幕前的那种硬汉的那种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哪边？这个动作也不反啦，反啦，是不是拐了？不就同手同脚的吗？我不用，我没问题啊。好的，是这样的。一、二、三、四。最不协调的在这儿呢。不可能。然后我的先生呢也稍微弱一点，但是会比他们两个强一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手掌打开来，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会做到两只手一起。接下来的下一个动作就有关于你们夫妻要一起合作的了。那动作也不难，大家会跳踢吧？一、二、三。四，哦，要收一下再踢，对吧？所以跳踢的这个动作它是加上核心的，非常的简单。但这个呢，我每次在跳这个时候，我都跟我老婆讲，我们两个就是要走向大自然，开心快乐的迎接生命的每一天。所以我们要昂首阔步 ，Yeah！ 你看，你当人，你当这样走路的时候，你可能能心情低落吗？开心快乐，你就是开心快乐。释放快乐步，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跑步这样。啊，对对，这样。对，哈哈对，是不是这个感觉？对。好了，一起来一次哈，我们手牵手，大家一起来一下，六七 go， 简单开心。在学一个新的东西啊，一起在做一个一起的运动，感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小目标，有一点点微妙的改变，我看到。耶、yeah. ，OK， 非常好，就这样，好了，好了 ，OK， 非常好，就这样。来，我们再练一遍。朱大哥不行了，朱大哥。你看这夕阳多美，我们在这个景简直是画一样。哇，享受美好的人生就是这样。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Oh yeah.我擦玻璃，我要擦得很开心。交叉，中间，很棒。下面，牵手，呀，踢腿，来，双手合并，蹲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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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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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 ，ending， 哇，耶、yeah, ，好，给彼此一个 ten， 耶，赞，希望大家，今天我们这个练习的跳操完成了，掌声鼓励一下。接下来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突击检查。音乐一放，大家就跳起来。我恨萧亚轩。而且我跟他们讲，如果有夫妻吵架的时候，一定要放这个。边弄边吵，你干嘛？我没干嘛。道歉，我不要。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明明是你的错。你们有感觉四十几分钟过去了？没有，没有。你看时间多快。
所以学跳操就有这个好处。请问一般四十分钟可以消耗多少卡路里啊？每个人不一样，那四十分钟你至少一两百卡可能是有的。嗯，才一两百？哦，一两百很多啊。因为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跳，我们跳跳休息一下嘛，哈。我四百呢？再动一动就四百了，很容易啊。因为你是一直在燃烧卡路里。可是晚上会吃东西哦。哦，晚上会吃好吃的、哦。那晚饭就不吃了。今天晚上是吃 barbecue。哇，一来第一天就这么猛，那后面几天呢？我跟你讲，你不要担心。不要去想体重的这些的问题，你就是好好吃，好好练，养成这个习惯，你怎么样都是一个健康宝宝，而身材就是附加的价值，你相信我。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会把很多专业的观念告诉他们，我最主要打破他陈旧的观念，让他先知道不要把旧有的好像减肥的方法拿到现在这个地方来去评估，我想给你们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今天晚上做梦都会有这些东西。对，做梦都是猪大哥。哇，烤糊了！哇哇，谁在帮我们烤啊？没错，就是我，我就是田螺姑娘。哎呦，哇！大家请坐吧。哎呦，这什么？哇！哎呀，好吃的！哎呀，哇！哎，这是什么？哇，这个是菌菇汤。哇，开动开动，随便吃，快快快快快。哇，来钱。这个，来，我有点辣。来。确定我们吃这个不会胖吗？会胖啊，姐姐，小心一点。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大家长胖的概念，我们重新先定一下，你觉得吃牛肉会不会长胖？不会。为什么？因为它是牛肉啊。错。如果要长胖它也会长胖，牛肉它有很多的脂肪，不然哪来的叫做肥牛呢？它都有机会长胖，只是这个性价比跟营养上面高不高而已。所以所有东西大家不要逻辑上面长不长胖，它对我来讲就是长成肌肉，对你来讲可能就长成肥肉。还是得练。对，你还有蔬菜啊，各方面均衡，它才能合成，最后让你有运动又能够练成肌肉。但如果都不动，吃什么它都是长胖的。今天大家应该看到房间没来的那一对，知道是谁了吗？解了名了。对，他们两个呢现在正在路上，这次他们等于迟到了，所以明天加练。你让他坐车是坐两次，要不我们后天的午饭让他们来做吧，还是爱的主打歌让他跳个50遍，在水池里跳。上述题全部通过，大陆看到这个他应该会想就直接回去了。他说我觉得你们不太欢迎我，那我们走吧。不如这种事情，就万一人家很懂事，一来又带礼物又……哎呦，我跟你很有可能。哎，我跟你说没关系，这个事情你可以把这个甩给节目组。哎呀，罚什么呀？罚，真的是他们说罚的。我们都说别罚，别罚，不容易，是不是？哦，我很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们结婚多久时间？我们结婚15年。我们俩15年。恋爱多少年？7年啊。他把那7年之痒先过了，再结婚。哎，挺好，这个。哎，跟我有点像，我是8年结的婚，也是过完7年之痒结的婚。那你们是不是因为想要说，能不能熬过这个7年，能熬过我就先试一下嘛？先试一试，是不是？没有，其实我跟他在交往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还没到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大？那时候我30出头。36。36，我结婚才35了，你不要乱说。其实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 timing 是真的要结婚的 timing，
后来呢，就是我们一个长辈就问我一件，说你觉得结婚是一件幸福跟快乐的事吗？我说当然是啦。他说那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你会为其他事情而影响你的决定？等于你是被说服的。哦，其实不舒服，而是提醒我想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因为生活的忙碌，没有想清楚真的自己要什么，而被这个世界带着走。嗯。所以在为我来讲，我后悔做这个决定吗？我不后悔。我看着我的老婆跟我的孩子，我就觉得我人生已经太幸福了。我在人生的顶峰，并不是我事业的高峰。你追求的是人生、家庭幸福快乐。合家健康平安，不能让工作影响这么多你的健康。对，其实现在好多人都是被这个世界带着走，被这个社会，被这个节奏带着，然后忽略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个声音。那想不想知道对方真实的声音？我们那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那个小箱子，那个叫做 AI 箱。这个 AI 也是爱的意思，代表着美好和幸福。AI 也是爱，代表着矛盾、无奈、缺点。我刚刚呢，在里面啊，就是收集了三封信，想要对对方说的，到底是爱呢，还是爱？我们来看一看啊，匪夷所思的好笑。没了，没了，谁写给谁的？这是讲老公是吗？对，我写的，我认领了。你觉得他匪夷所思的好笑是怎么个匪夷所思？比如说，我们这有次去潜水，然后我那天有一点点不舒服。如果潜水的时候你要不舒服的话，你要做这个手势嘛，所以我就想给他形容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比划，我就这样的啊。我觉得我已经很形象了。我说我的心脏有点揪心，然后呢，大哥冲我比了个心，又游走了。我以为你讲的是啥？是我的心跟你一起绑在一起，啊，紧紧的锁死在一起，我爱你。我觉得这不能怪他，因为对潜水里面真没这个手势、啊。哎，我觉得这个应该写给你吧，匪夷所思好笑。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封，好不好？好。第二封就是想给我老公的嘴装一个开关，这是谁写的？不是我，不是我。你写的？你觉得会是倩姐写的吗？哎呀，你了解倩姐吗？那你自己对号入座吧。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那是我老公。你是话多的还是话少的？你还没有看出来吗？我看出来，我只是不好意思直接戳破。我话真的有的时候也没那么多。是你自认为没有那么多。关了。来，我来公布一下答案。刚刚确实每个人都有被问到，但是有一对啊，就是一直沉默。啊？对啊，我就说是他。是我，是我。真的假的？他嘴巴很毒舌，你们没发现吗？经常拆我台，吐槽我。完了，吃不下去了，你看，频频掉出来。就比如说头一天晚上为了收拾行李箱就有一点小争执，他就属于那种从来不会哄你哦，但是会默默的，哎，老婆起来吃早饭了，哎，老婆快起来给你早餐买好了，他就属于默默的去做一些这种事情。他其实还是搞错，那天是因为要出门了，我不想他迟到，所以、还在嘴硬。我就希望他能学会嘴巴软一点，然后会哄哄女生，好吗？同款。没有啊，少天哥看起来很像暖男啊。披着吧。少天，你是一个哄老婆的人吗？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我
已经跟你说了我爱你的话，那这句话我就不会再说一次，因为每一天都没有变过。就如果有一天我还需要再跟你说我爱你，但那一定就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爱不爱你。哦，你不今天还在说那个猜拳赢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句我爱你吗 ？I love you。那这句话我就不会再说一次。Okay. 啊，谢谢你啊。光洁是会哄老婆的吗？我会啊，就是。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会想哄老婆？哦，因为我觉得人生就这么多年，你为什么非要让两个人沉浸在这种，在这憋着劲儿的这种？用什么方式让他？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方式。看什么事儿？就他错了，我错了，对。他没错过，问题是。他吵架一般也吵不过我嘛，然后你听到了吗？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一点要输的话，我就会删微信，拉黑吗？对。然后呢，他就找不着我嘛，就这个加我就不通过，就想办法联系我，联系不到。完了，我们有一个群，就有一些别的朋友，他就把大家都踢走了。你们两个还是高中生吧？你们两个。就是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大家反正怎么都是一天，因为有些很多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那我们何必在这执迷在这里边呢？就是非要分一个你谁对谁错，分一个谁输谁赢，尽快不管用什么方式尽快解决呗。我觉得沟通吧。对，笑天是不是怎么在擦汗的呢？笑天，天气这么冷，你怎么会擦汗的呢？这完了，就是回去又要有被新方法折磨了。不会，说一下第三封啊。哎，这看到这个地方来了，应该肯定是我们了。我感觉有一个人有点紧张啊，要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倩姐的。哦，我说的。躲不过的起床气，全家惹不起。躲不过的起床气。全家惹不起的表示。一下亮哥背就挺直了，你就开始发言了是吧？我觉得女生起床气可以理解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家有孩子，对，我一定就是要把这个起床气要传递下去。他会怎么生气呢？他前面他一定是不说话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问他任何事情，要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完了以后呢，马上去到孩子房间。我一看俩孩子如果是在吃饭，赶紧吃完回到房间学习，还要提醒他们一下，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房间待好了。待好了，别出来了。怎么感觉年兽要来了？全家拉警报。倩姐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啊，确实是这样。事实就是如此。就你起床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去看孩子嘛，然后看到孩子呢，不巧就孩子房间乱七八糟的，然后很不巧，对，就会忍不住，我就忍不住要说嘛。其实也不叫起床气，可能就自己会觉得说着说着说着就那个火就拱上来。哎，那就是起床气。哎，早点收啊，一定要让他睡好了。对，就明天起来你们可能啪一个人每个人都说一遍。那就这样，明天呢我们都统一看亮哥的颜色，好吧？就知道倩姐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好不好？睡没睡啊？有没有睡好啊？明天亮哥就下不来了。我倩姐远点躲躲身边的人。其实我们家也有同款起床气的人，像倩姐这样吗？我刚开始不懂得看脸色。你们俩是反过来的。对啊。那他地位很高啊。两个人在一起都是需要磨合的，因为性格的原因嘛，所以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两个人性格完。我们还没学。不会吧，叫朱大哥啊。不会吧。
你们这样搞突然袭击不好吧？动一动就不冷了。六七，右左，双手交叉。你真的吃完饭全忘了？啊！谢，你们太坏了，对你们的不满，就对你们的不满。Andy， 哦 ，Yeah， 完美，坐坐坐坐坐。好了，各位，在跳完这个爱的主打歌之后，我收到了今天我们 KPI 的结果，结果完成。哎呦！哇哦，应该都完成了吧？考核出来的结果，如果没达到的，那我们将要有一个另外一种方式帮助你达到。未完成的有两个人。哎呦，要不要就我们俩？不会是我们俩吧？我好心虚啊！好了。那各位，有两位可以点开你的手表，没有达标的，你就会看到你的真实的数字。我自己以前健身的时候也差不多，卡路里就是400以内，基本上没有问题。给我定的目标，我有把握完成的。KPI 的结果给大家的一个信号就是，没有人愿意做最后一名。不会吧？啊！完了！啊！你点开了吗？开了。点开了。哦。什么情况？啊！啊！不会吧？笑天有点开吗？我为什么？有。亮哥。我当看500的时候，我在想这什么情况，有点看不起我的运动能力，对我来讲有点低。我是可以达到的，我有这个实力。我这今天都没带，我没带表演，我今天一天都没带，他都没，我没带表。我得知这个手表如果不带的话，是不行的。我一看，我有好几个小时，这个手表是离开了我。因为他这个人的习惯，他是什么都不戴的，就可能因为他的职业的关系，就是跳水嘛，所以我们俩连婚戒他都不戴。一短时间，这两天用不上的，我就没拿出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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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换衣服。我先换。哎呦，都到了 ，Hello Hello Hello，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啊？就很好笑。作为一个运动员，作为一个奥运冠军，怎么会在这个节目里的第一期就成为一个反面教材？来来来来，咱俩咱俩，是咱俩啊？咱俩怎么回事儿？550卡，那不难。所以今天的两位就是田亮跟朱孝天。Yeah!谢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哦，我的妈呀！哇！好了，又把人家一个麦克风摔坏了。哦，摔码表。啊？不是。我再来一次，不好意思。肥子真的好笑。他太逗了，他。他是匪夷所思的出场。哦，不好意思，各位，我再来一次。我们假装聊天不管你了。哎，我来了啊！哇，他从哪儿来的？你还是走吧。你一来把我们都挡住了。对，好，不好意思啊。好，站在这边啊。大家晚上好，今天没有达标的，我们要去不练岛加练。Yeah. 加练。
直接带走啊？直接带走，两位走，跟我走。哎呦，所以直接两位就要跟张峰一起走了。那我明天起床气那肯定会有的，因为我回去就睡觉了，他回来吵到我。他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袁海姐，倩姐更生气，那我这火烧谁发？真的假的？明天回来收我的起床气。走走走吧。好了，拜拜。拜拜，加油！走吧，拜拜，加油！风萧萧，兮，好可怜哦。嗯，你怎么笑？你怎么笑这么开心呀？捕练岛已开启。哟，这个简直了，这个。这里是今晚大家的宿舍，它有一个非常魔鬼的名字叫捕练岛，它分为男女宿舍，只要你完成了剩余的 KPI 就可以拿到宿舍的钥匙，我和教练们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完成。话不多说，我们开练吧。现在我们这个跑步机先动一下。这跑步机，这个岛上就是特别原始、啊、对，我觉得我们就快走一下，消消神儿。一二，就不代表的坏处，你知道吗？我老外带东西，因为我从来不代表，所以我就会把它拖干净。四个小时没代表，所以他就一直没走，没代表吗？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在卡路里上面去琢磨过它，我从来没为这个事儿头疼过。今天让我领教到了，关键是作为一个运动员，不是在运动上面的失的前提，而是不重视，受到了惩罚。亮哥啊，那边风景怎么样？特别原始。登山步。哇，你真是有基础哦！我练二十年，转手、吊钟、并腿推、并腿推、粗腿、打开、单边，可以约一起打太极拳？可以啊。你一个人晚上敢睡觉吗 ？OK 的，我不太敢一个人睡，但是我可以克服一下。你需要？你需要吗？需要吗？我要学会一个人长大。拜拜拜拜。我可怜的老公，戒指放在他床头。哎呦，嗯，看看能不能看到他。还在动，还在跳，很好。从头带回来一遍了哈，加油！是不是心率上来了？耶，加油加油！嗯，就挺难过的，也不想自己第一天来了就一个人睡。然后第一天来了就啊，一个人在两个房间里，不知道该干嘛。他要不上来的话，我要给他拿很多东西，牙线、牙膏、牙刷，装个地方。给他拿热水。睡觉穿个这运动裤吧。亮达，这里有个人，你看到了吗？有几个人在动。有个蓝色衣服的是你爸爸，你看到了吗？因为你爸爸今天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在那里接受惩罚呢。哈，哈，再一次，哈，勾拳，哈，哈，哈。就像你完成作业一样的，你作业没有完成，然后老师发现了，说你要一次性争取把作业都做完。当时正好我跟亮仔在打电话嘛，我正好让他看看他爸爸能不能看得到，然后顺便教育一下孩子。双手双脚，屁股下蹲，单手胜利，呼，换右脚 ，five four three
2 1 Go！ 呀呀，补练完成，宿舍开启。呀，哦，结束哈，很好。带你们去你们今天的宿舍。好了，请进。大通铺，睡过大通铺吗？小时候睡过。心情好复杂，对，因为又是惩罚，但是又能跟奥运金牌同处一室，你说是不是好好复杂？先干杯好了，来，兄弟，我睡觉会打呼啊，还蛮大声的。没事儿，没事儿，我睡眠特别好。Hello， 你在干嘛呀？我自己在屋里好无聊，在弹吉他。老公，怎么不回话？你没看见吗？我还在沾沾自喜。好嘞。但不行，我不能表现得太洋溢。老婆，你打算几点睡觉？这家人还没有睡觉，人家家都睡了，这家人还在这儿玩。爷，是浪漫。其实我还是挺佩服你的，这毕竟真的是为国争光的事情。你怎么会一开始会选择这条路吧？我当时在学校读书，那个体校的教练就来选人才，嗯，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小朋友叫出来，挨个做一个立定跳远。我呢就一跳比别的同学远很多，嗯，就这么一个选拔的机制，就不知道什么是跳水的这种情况下练上了跳水。你要知道，哎，奥运其实是国力的一种展示。当然。很振奋人心，觉得身为中国人很自豪。拿了冠军的时候，只要是在场的这个华侨，只要是中国人，他们就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场地里面，今天我们就是主人，所以又有一种凝聚感。哦，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明天要比赛，晚上是会睡不着。我们睡眠其实很好，但是大赛之前感觉随时叫起来马上就可以比赛。田亮的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入水就像一根针一样。好热血哦，金牌那个等于是真的是世界殿堂级的一件事情。你退下来会不会有失落感？一定会的。所以就是运动员如果是能当一辈子的话，我们都很向往当一辈子运动员。但是对不起，很残酷，有一天你就会被年轻选手取代。这点我倒是能体会，偶像也是一样。对，嗯，我以前其实特别不珍惜青春这件事情。你觉得世界上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浪费青春。对，可是你没有发现每一个拥有青春的人都会毫不顾忌的去浪费它吗？就因为他年轻嘛。然后过去以后你再多钱也买不回来。的确是。以前他那个流星花园我是看了的，第一次见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很多心事，就真的是成熟很多，好像跟他可能就是有很多可以聊的东西，因为我跟他同龄嘛。对，我本身其实是一个充满冲突跟矛盾的人，因为你每一次你去尝试这些你都要给自己希望，不然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不同的时间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季节都会有不同的状况。我很自豪我的青春，它一定是短暂的，青春过了以后我有我新的生活，然后去把新的生活也去享受。睡吧睡吧，明天还
还有小朋友要面对。好吧，临睡前还是要感谢节目组给我这个特殊的缘分，能跟奥运冠军同床不共枕。晚上就用你的呼噜声我们交流吧。晚安，晚安，明天继续努力，好好加油。来了哦，跳起来，劈腿，前半程的时候都是腿在往后蹬。不是，我有一个问题，这能锻炼啥？背和腿核心。好，来，可以控制它。对对，这样子，对对对，动起来，动起来，开始要燃烧卡路里。那有两个情人雅座，可以啊，好，加油！这里吗 ？Go go go！ 多少水？这个，这个，这一罐是多少？哇！这罐没有长了胖胖，我收到你一个不送的。亮哥，快讲讲昨天干嘛了？状况百出，能跟奥运金牌得主共度一夜，也是梦幻般的。这是你付账的代价，也是梦幻般的。哦，都已经开始。冷不冷？不吃，吃点鸡蛋。啊！哎，平哥。什么？他们都在吃早饭。那我们去一起吃早饭，可以吧？可以。好。走走走。果然人不可以迟到，迟到的心虚。我们的新人来了！哎，出来见客了！谁来了？谁来了 ？Hello！ 哎，哥，哇！哎，你穿这样来是来走秀的？你们两个？我们想说正式一点，要见大家，来来来，各位不要害怕，进来。哎，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让他们进来。哦，对，等一下，等一下 ，Hold on，Hold on。今天惩罚升级，两人当中有一个未达标的话，伴侣就要陪伴去被放逐。认真的吗？猜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但门已经锁起来了。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动一动。哦，很标准哦。可以啊，大陆加油！这运动表现你目前看来还算是不错。左，右，我要撞船了，撞船了！下一个地点，我们会开启水之舞公演舞台。今天这个舞蹈，我其实内心都很抗拒，因为我太陌生了。哎，大哥，咱们练下这个。你不能让我一直练，一直练我练不会。好，两个人转转转。可是我好想抠脚趾啊。这是你写的，但是这其实是我想跟你说的话。我要哭了，天哪！如果你有一天因为不小心你伤害到你自己，我怎么办？我就是我泪点很低。哎呦，该干嘛？你的那句话很伤我的心，所以你说我该不该咬牙切齿的恨你？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各位今天的 KPI 有没有完成。哇哇！哦，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哎呀好身材四伴侣季》。
开冰箱，拿出汽水。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哎呀好身材话题讨论，分享你与伴侣的健身日常，关注哎呀好身材官方微博，了解更多健康生活方式。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韩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一点资讯、 Zaker 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特别合作、好看视频、探探、百度输入法、易代驾、 YY 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墨迹天气、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